今日的圣经经节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你若要用圣经，就拿回圣经，就是新约的144页，旁边新约的部分189页。咱同齐照这个 monitor， 咱同齐来出声来听。所讲之地，谈话爱台诸位同事，一定最幸福，一定有会福，当心安全，加油！然后有看这个路的人，无论难度，经常把你放到亚瑟列，让你带来学习。最平安，我拜喜，拜一透早到拜喜，足暗的时阵才回来，对芝加哥回来。因为每年的这个NTBC 今年伫芝加哥遐，咱的这个 Uncle Sam 比我搁较勇，伊是塞车去的。但是啊，我伫遐的时阵，足欢喜的，就是讲遐的人，遐的已经足。足侪年啊，可能得要十年啊，无英语的这个 program， 但是今年有，所以我伫英语遐做一个辅导啊，我无伫台语遐，但是安尼嘛好，安尼我袂互人找去做代志。但是阮听因甲咱兄弟讲平安啊吼，因为今年有19
间的教会伫一家公园。啊，然后开会了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主席就甲我讲讲，你逃不掉啦，吼，嘿，明年去恁教会啦。我讲我来问咱阮的小会看卖咧啦，吼。所以啊，吼，这是一个，来，我知影咱2014年咱有主办一届，迄个时阵我拄好还袂来，迄个时阵伫喷神遐，但是明年可能有淡薄仔。difficulty， 因为即卖 Princeton 遐开始在嘛是伫改建啦吼，嘛是伫改建，所以说 Stuart Hall 啊，也是讲遐可能那时候会再整修，所以可能我可能甲伊讲，可能后年再讲啦吼。今日咱所读的这个经节是对于使徒行传啊，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刚有寄给 Jesse， 咱们互相传一下。使徒行传第九章，吼，第一节到二十节。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咱今日所读的这段经节是乎，一般的这个圣经学家，号名是叫这个扫罗的 conversion， 扫罗的悔改甲转变的故事。这段经节，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应该拢有读过，也是讲听过，嘛有这个电影啦，吼，电影嘛有我嘛有看过，吼，所以唔干那是安尼，咱嘛有可能看过。电影啊，有时讲听过这个故事，啊嘛有看过有关这个故事的这个图啦吼。因为足济啊吼，历史家有用这段故事来画出这个作品啦吼，作品啦吼。下一个帮我做一下，咱看一下吼，图是足济啦吼。所以啊吼，咱若是用 Google 去找图出来啊吼，有足济结果啦吼。啊，这是。第一组啦，我有两组啦。第一组等一下，咱做来好好看吼，咱做来好看，吼，来，你看有啊吼 ，OK， 看这个，差不多记得安尼就好啊吼。好，来下一个，这嘛是啦，所有的 conversion， 所有的这个悔改啊转变的这个故事啦吼。这两组，好，再上一个再看一下。啊，再下一个再看一下，哦，这两组，哦，咱再有发觉，这三个跟另外这个三个有啥物无共款无？再一次，互恁看，再看一下。你是作弊哦？没有，你没有作弊哦，很好，我注意到哦，我也听到你说的了。有啥物无共款？哎，我有点，这的收入敢有买？啊，这的收入敢有买啊？无买？有买，吼、哦。看起来收入敢是有买，咱会记无？咱偷有偷哦？哈？无啦，无买啦，吼、哦。有人会记就好，袂歹，有人会记。咱读的有人会记，咱读经在内底收入无买呢。哦，无讲着买哦，咱发觉叫扫罗伫大马色内底落州啊吼，圣经嘛是讲伊无你讲骑马哦，但是啊吼，为什么人会把这个马画入去？这都奇怪哦，这是有原因的啦。大部分兄弟嘛知影，我对细汉就开始伫教，袂啊吼，所以无怪伫教会内底拢会读着这段经章，我嘛有听过哦。初二的时阵，老师会讲一段经节来讲故事啊吼。有一届啊吼，讲我嘛看到一间这个教会啊吼，看到演这个故事的戏，这个 play 啊吼。我是袂记哩，我注意到老师会安怎讲啊吼。我做古以前啊，但是啊吼，迄个扫罗伫迄片演戏内底啊吼，我记得足清楚的。遐个人啊吼，迄个演迄个扫罗啊吼，诶演员有一个假的迄马啦，互伊去骑啦，所以我记了足清楚的。所以有足侪人想讲扫罗有咧骑马咧，那其实无怪啦吼，因为咱伫传统内底有足侪拢会讲扫罗诶，伫咧路中有骑马，但是圣经其实无安尼写，其实有
足侪，咱较熟个圣经故事，伫讲个时阵啊，三不五时会加一寡聊一句啦吼。即、這个故事，互即个故事较有味啦。比如讲啊吼，又拿是啥物种个鱼个腹肚内底？敢是金鱼？圣经其实无讲呢，其实无讲呢，敢是讲是一只大鱼尔。大尾鱼尔，你看，有人就是讲，迄是金鱼，唔是哦，无讲安尼讲哦，哦，所以有来有时阵，咱讲故事的时阵，加一味的入去。但是啊，吼，为什么人会安尼做啊？吼，是咱人拢有这很多很大的这个想象力啦，吼，想象，来做大，用哪个故事先去甲讲伊的大鱼内底，腹肚内底。无讲啥物种的鱼，但是咱人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咧运作。大鱼，啥物种的大鱼？啊，像一种大鱼，有可能予人伊腹肚内底就是金鱼嘛。所以开始讲这个鱼就是金鱼。讲了久以后，就真正安尼啊，吼，就真正安尼。虽然圣经无啥物种的鱼，咱人讲了以后就完成，就是真正真的同款。以后故事予囡仔嘛同款，会甲囡仔讲这个鱼啊，就是话哦。同款，所罗接受耶稣基督，甲约拿的故事拢好。咱基督徒呢，讲了足侪解，足侪解。每一解讲的时阵，虽然大概差不多，但是咱的人的这个想象力啊，吼，会参出这个故事内底。圣经讲，所罗要去大马色，咱就会想讲，伊敢真正会用行的遐远的路？圣经讲，所罗看到光，然后讲，伊趴伫涂骹。然后咱咪想，开始想讲，是安怎去趴伫涂骹？敢是摔落来？是安怎去摔落来？是对摔落来？咱个人个这个想象力就开始会用这个人个想，这两个想法就合作伙，吼，就开始讲哦啊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就骑马去台北摔啦，然后看到光啊吼，对马顶面个马顶面啊吼摔落来，吼啊，这个故事就。一摆的故事讲了久以后，就变成咱下集团的故事。一摆的故事，让人画出图出来啊！哦，所以就伫这个内底，这个加一笔的故事内底开始有买啊，有咧徛买啊。其实这做主人的啦，一个故事若是足熟的，让人讲足侪解的，若是无转去对圣经讲读出来，版本有时阵啊吼，当作收。会改啦吼，因为咱人啊吼，做大个创意也是上想象力啦吼，所以安尼会去编故事是足自然的啦。咱嘛知影，咱若是有十个人传一句话，对头头传啊，上尾迄句话可能无共款啊，因为应该有迄个算过迄个游戏嘛，咧跳缝啊，吼对头。啊！要安尼传，看到第十个迄故事，迄句话，迄故事就无共款啊！吼，咱人拢是做主人诶啊！吼，有嘛有足侪时阵，咱会去找着咱以前找无，所以就是安尼啊吼，咱会故事会变啊，所以就是安尼，咱一定爱一直去读共款诶圣经故事。为虾米咱要转去读？无甲，不但是安尼。哦，不但是安尼，会去确定讲真正啥物事代志发生。有足侪时阵啊，咱转去读圣经的时阵，会去找到咱以前找袂到的事实。这个事实不一定是故事内底有啥物差别，还是无。有时阵是因为咱的生活处境有改，有甲咱顶届读的时阵，迄个时阵的生活的处境改变，然后透过圣灵感动，会予咱无共款的事实。今日。这段经文，咱做熟个，吼，做熟个。咱以前看过、读过，甲今日的生活处境来看，可能有淡薄仔改变。所以咱未开始读的时阵，咱做伙来啊，祈祷一下，求圣灵甲咱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我今日来到你的面前，为就是要来敬拜你，透过我的声音，用诗歌来敬拜你。透过你的稳定，稳真多，让我们的心清清气气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现在透过圣经的教示，
我们用我的思考来敬拜你，求圣灵充满我，我们的思想跟你相合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咱倒去这第一节遐，咱就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就好啊。来，做伙来，做一位含化爱台主的学生，去见这死头，对伊求是求批，予大大马士革的。若拄到趁这个路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伊就通把因带到耶路撒冷，行进大马士革时。不能对天光微微照伊，伊就拍伊地哩。听见声，甲伊讲：说好，说好，请主困着我。伊讲：主啊，你是谁？讲：我就是你困着的耶稣，总是你就起来支持啊。伊所应该做的，要甲你讲，甲你讲。刚行的人静静听咧，听到声音也无看见人。索罗对伊提起起来，目睭一开，未看见什么。人牵伊的手，带伊入大马色。得过三日才看见，无食也无啉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多谢。这段经节是就是。所落的这个悔改的这个在大马士革路程中啦吼，坦白讲，我第一届真正是认真读一段经在的时阵，可能是我以前青少年，伫青少年团体的时阵啦吼。伫迄个时阵，虽然我伫教会中大，嘛伫婴仔时阵受洗，但是还袂真正家己决定要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我迄个时阵。读到这段经节的时阵，我会讲啊，对啦，我若是有以后这种的过程，我就决心吼，真做基督徒。以前我安尼想，所以我对迄个时阵开始等，你想，我有等到啊是无？当然是无啦，哦。连我即摆做牧师，我嘛无这种的经验啦，所以迄个时阵，你看一段经节的时阵。会回想，是会去期待这种的经验，但是即马我无安尼想，因为后来我就讲，要期待这种经验，不是 realistic， 不是切实的。后来我决定接受福音，是我高中高二的时阵决定的，但是迄个时阵的决心的经验，无亲像保罗这么精彩啦吼，我目睭无睁袂去。嘛，继续有咧看到，嘛有是无啥物足光足光的即个光，我嘛无跋倒，吼，无亲像所罗经验遐尼精彩。但是我感觉这无要紧，同款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然后决心以后，我搁一届来看一段经节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搁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，甲以前伫青少年的时阵看法搁无同款。我的疑问就是讲，我有看到，所罗有这种经验，以后真做一位足好的师徒、门徒，我就开始疑问讲，啊，我若是无所罗这种的经验，我落来即个接受福音，我敢会造成以后，予我家己的信心无够？是不是我的信心袂甲所罗同款、保罗同款？因为伊的经验。悔改的经验足精彩的，所以伊才有这么深的信心。若是安尼讲，迄个时阵我就安尼想，我无迄种的经验，是毋是我的信心甲我上帝的敬虔会无够？这就是后来我过来读一段经节，我所有的疑问。我无同款的生活的环境，无同款的疑问甲感想，当然啦。这个疑问后来有甲我讲，这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吼。咱对耶稣的信心，不是看咱悔改决心的经验安怎精彩来决定的，吼。我
想我这两种想法，在座的兄弟嘛有可能安尼想过啦吼。若是安尼想，我以前的经验互你做参考。若是要问我的详情啦吼，等下再甲我讲会话紧啦吼。但是即马，我过来读这段经节的感想，甲疑问就无共款。我读这段经节的感想，甲疑问是用一个做牧师、做教会领导的角度去看。即马我特别强调，经节就是第四节遐。Can we go to the verse four? Thank you. 伫遐，主对主耶稣对这个扫罗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你困着我？”然后较后壁，有讲扫罗起来时阵，伊啥物拢看袂，啥物拢看无，困着。希腊文。是这个 diagnos, D-I-A-G-N-O-S, diagnos. 英语是翻译成 persecute, 华语是翻译成迫害。其实这个是 diagnos 的意思比 persecute, 迫害的更大。因为在马太福音有同款的字，底下。这个圣经改翻译成 tribulation， 困扰、困苦。所以这个意思，这个字的意思，不单是 persecution 迫害呢。这个意思，这个字的意思是干扰、阻挡，用行动，有时阵用暴力的行动去阻挡的意思。咱传统的想，就是迫害，就是大部分用暴力来阻挡，但是。persecution 迫害，困着，困着，无一定是暴力，有时阵是用咱的权力、力量、想法、决定来困着。所以这节足特别的，对我即马来讲，上主主耶稣是对扫罗你讲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你要困着我？意思就是你讲扫罗扫罗。为什么你会跟我作对？为什么你会跟我对敌？为什么你会跟我夹定我这个方向遐阻挡我？为什么你要困着我的工作，撇开做我的工作的人？为什么你家己看无清楚，然后要跟我你做的工作做对面？别来讲啊！做一个牧师上烦恼的就是这个，因为每一个牧师拢是人，不是耶稣，是有限的人，所以上烦恼的就是甲扫罗同款。我无讲保罗，我讲扫罗同款。目睭会看袂到，然后所做的会去困着耶稣基督甲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才用足侪时间祈祷、看圣经、看册，伫安静的所在思想，也会需要的时阵去听较侪人的想法。才会安尼做，我才会减少困着圣灵工作的机会。为什么牧师一定要有 continuing education 进修？一定要安息，就是安尼。因为有时阵我家己需要对我即卖的环境。环境出来，才有法度看较清楚。兄弟，唔敢是牧师安尼啦，咱每一个人嘛有可能安尼啦。到一个程度，咱是人，咱拢是人，咱是有限的，咱也会看无清楚。然后所做出来的动作，有时阵嘛会阻挡着圣灵要做的工。要去困着戴莫斯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但是虽然安尼，感谢上帝恩典，上帝会来拯救咱的不足，包括扫罗的不足。扫罗虽然开始看无到，伊甲耶稣基督对敌。但是后来，上帝恩典大大，
车牌这个人来帮助伊。这个人就是阿拿尼亚。阿拿尼亚是安怎做？咱来做来读一下。对答第十节。来，第大马谢。来代表耶稣基督来改变所罗。这段经章解释教是咱，当人的目睭看无的时阵，咱所做的有可能拢会甲上帝旨意做对调。连所罗、保罗嘛是安尼哦。圣经的人有足侪人伫内底，有足侪足好的先知甲国王。但是有时阵目睭看无清楚，做出来，甲上帝旨意无共款。莫讲啥，咱所读的阿伯拉罕甲撒勒嘛共款，计较。看起来因看起来生袂出来一个囝，计较，叫一个学家来，这敢是上帝意思？毋是啊，计较。撒母耳一个伟大的先知。做两代国王的先知，上帝叫伊去亚西遐找一第二个国王。上帝明明就甲伊讲，你去遐，我会甲你讲，对一个是我要爱啦。啊，撒母耳就去啊，找亚西，找伊所有的囝来，看到伊了，就讲哦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啊，哦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啊。敢真呢？唔是啊，当然唔是啊。撒母耳这个伟大的先知嘛，假教。上帝都歹来甲伊讲的，啊，袂甲伊讲，伊就讲这就是，这就是。上帝讲伊讲，你去遐，
我会甲你讲一声。看一个人，就讲这就是，这就是。有时阵人为人嘛是假的，做上帝也未要无要互伊做代志。所以亲爱兄弟啊吼，所罗阿伯拉罕、撒母耳拢会安尼，咱自然啊，可能嘛是会安尼啦。其实圣经内底所有人拢是安尼啦，所有人拢是安尼。目睭有时阵会看无啦，莫讲是安尼，耶稣十二个门徒有时阵嘛看无，咱好奇比所怪。所以咱爱会记哩，有做者时阵，咱会嘛会安尼。咱可能家己会想讲，咱所想的一定是上帝旨意，甲撒母耳共款，嘛会甲所罗共款。所以你想讲，这个基督徒毋是上帝旨意啊，咱袂使袂记哩哦。所罗是犹太人啊吼，所以伊一定想讲耶稣毋是耶和华上帝旨意哦。所以伊家己想讲，这毋是上帝旨意啊。然后用伊的想法来困着耶稣基督的时间，上帝的时间。但是所罗所想的是毋对，因为伊看的无完整。虽然所罗行动较过分，撒母耳敢无听话尔。所以是行动来困着上帝旨意，就是因为咱有时阵会甲遮个圣经人物同款，会看无，会计较，所以咱对今日的经节会学着，安怎呢？爱去谦卑去听声音，有时阵才会听到咱一挂咱身躯边的安那尼亚的话。咱就伫这个时代啊，吼，足大足济转变。其实甲迄个所罗的迄个时代同款，对伊来讲，耶稣基督是一个足大的改变。伊是犹太人，咱想伊安怎想？对伊来讲，遮个基督徒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啦。咱伫这个时代，咱嘛会看到一挂大的改变。咱难免咱会想讲，遮个改变是大的唔对。但是今日的经节提醒咱，咱都爱谦卑，因有时阵咱嘛会真做所罗，困着上帝的时间。咱今日礼拜以后会开一个会，咱伫这个会，咱会看到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，听到，咱家己拢会想讲，这是上帝要安尼做的，这个圣经经节。来啊，拄好好，提醒咱家己。咱有时阵会啥想啥，有时阵咱家己的是，有时阵咱家己目睭看袂着。所以咱才有这个讨论的会。因为伫这个会内底，咱每一个人有时阵是所罗，有时阵是哪尼啊？咱以前是所罗的人，无得卡，今日是哪尼啊？咱以前是哪尼的人？我的卡今日就是说了，有时阵一个会内底，咱一个人嘛会去演着这两个人的角色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限的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伫世界的时阵的教示，就是爱谦卑，甲细汉囡仔同款，细汉囡仔同款，你安尼做，才有会使去看到上帝的天国，看到伊的旨意。但是我爱讲，爱讲一个，谦卑无代表讲拢歹讲话，毋是安尼。因为也是安尼，想谦卑，安尼也著袂去讲话啊。有时阵咱嘛爱做哈啦，但是是代表咱的谦卑的态度去表达。所以，无管咱今日讨论安怎。咱就是要谦卑，有时阵咱爱会记哩，咱是所罗，咱莫做出所罗所做的，困着上帝的时间，咱会使提供咱的意见、看法，这是一个咱的一个机会，看到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看法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限的，但是讲了以后。
然后决定开始行动的时阵，互相支持，互相商量，做伙来做上帝的事工。啊，有人会问讲，啊，做唔对咧？无要紧，做唔对嘛无要紧。咱查经的时阵，嘛有讲到，圣经的人物，伟大的人物，讲所有做的拢是对。但是就是因为上帝恩典，才会倒来。咱勇敢壮大去做，但是做的时阵互相相听。咱表明咱的意见的时阵，用谦卑的声，用谦卑的态度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我今日上帝，我感谢你。阮下伫遮，就是你的稳定。阮无你的稳定，阮就无即个机会来甲你做伙，来甲你同工。求你提醒阮，谦卑的声音，谦卑的态度，来行这条路。求你的圣灵充满阮。我们祈祷，主耶稣。